讲说玫瑰草是谁，所以上网查玫瑰纯露、玫瑰花露水、玫瑰水，全部讲这些。它主要是在萃取玫瑰精油之后蒸露水，算实用级的用法，就是洗完脸之后喷全脸。知道都可以，讲话是什么？其实它是实用级的一瓶，就女生如果化妆水，然后当打你的保湿水，化完妆当妆水，都可以使用它，让妆更亮，顺滑，里面变小，也可以试用。这瓶的一定要试用。